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日二月二七公司大吉大灾气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意大利的武汉肺炎疫情。目前确定有400个病例，有12个人死亡。伫咧意大利的北部有12个城市已经封城，街仔路零零清清。那货架啊顶头的物资是被抢了了。意大利即马嘛，甲咱台湾列入去中国的疫区，也毋过咱已经伫咧第一时间向因抗议，要求改正。Sempre pieni, soprattutto nel weekend di sera, perché qua ci sono tanti locali ed è la prima volta in vita mia che vedo questi parcheggi così vuoti, proprio incredibile. In Italia, 26 giorni di sinistra già 400 例, Wuhan肺炎确诊病例, 总共感染超过400人, 有12人死亡。意大利已经向叫做欧洲版的武汉和欧洲版的大区、北部东西区、伦巴第、维尼托等十个城市封城，街头是拢无人，超市嘛出现抢买物资的人，货架顶头商品拢强抢了了。意大利卫生部长赶紧甲世界卫生组织讨论防疫措施，强调虽然确诊的病例增加真紧，啊，毋过民众免惊吓，因为一切拢伫掌握中。There is indeed no need for a panic and for trust.By the people in what the government in Italy is doing,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Civil Protection Committee, and together wi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er, we are ready to scale up the capacity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all regions in the country are equally prepared.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意大利政府宣布，最近不去过中国和台湾的所有游客入境了后，拢要隔离14天。针对意大利和台湾算在中国疫区，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向意大利表达真不满。针对意大利卫生部受到 WHO 的误导，持续的将台湾纳入中国的疫区，而这个决定呢，并不是根据科学的原则而采取预防性的这个防疫的措施。我们已经于第一时间向意大利表达我方的一个高度的不满跟关切，并且要求意大利方面要更正。意大利疫情变严重，外交部25号嘛提醒，意大利的旅游等级到甘麦色，提醒民众非必要卖去。但旅客为意大利等来国内，卖自主管理14天。外交部嘛强调，禁止意大利的猪肉产品入境，是因为萨丁尼亚岛爆发非洲地震，成为科学所做应应措施，甲意大利停飞无直接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那南韩的武汉肺炎疫情也是未收煞，昨昏一时啊就加284例，其中够一例是美国驻南韩的阿兵哥。南韩即马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1260例。工作人员穿着防护衫在秀丽传统市场来消毒。南韩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二是分别新增加161例加70例确诊病例，总确诊人数总计达到833例，死亡病例是8例。新增加的确诊病例内底，一个以新天地、耶稣会、大区教会相关人士占上最，有129例，剩的32例感染途径也有待调查。특히대구의경우검사결과나타나는확진환자의발생규모가커서이지역의지역사회전파를효과적으로차단하지못한다면향후전국적확산으로발전할가능성이큰상황입니다南韩国防部讲，截至20:00 PM，韩国部队新增加4例确诊为着武汉肺炎，总计确诊为着军人增至11例，部队总共有7700人被隔离。即阵南韩已经正做除了中国以外疫情上严重的国家，当局宣布扩大检疫，大区市民从即边两礼拜内不出现流感症状，拢爱接受病毒检测。离新天地大区教会要超过1200名教徒出现为着症状，外界关注了后确诊的人数也可能会大增加。大区的轮作小武汉的情形，离新天地教会是强调，因也是受害者。대구가그서울에보다확진자가더많이나와가지고제2회우한이될까봐걱정이많이됩니다신천지예수교회와성도들은코로나19의최대피해자라는점을국민여러분께서도인지하여주시고신천지예수교회성도에대한혐오와근거없는비난을자제하여주시기를간곡히부탁드립니다
另外一方面，日本各地疫情也继续跌断。李氏下报团说，不在泉州公司号顶面负责相关业务的侯姓劳动性职员加检疫官两个人，确定为着武汉肺炎，加上北海道新增加四例确诊，国内总确诊人数是153例。不过，这无包括泉州公司号顶面确诊的691例。現在の国内での発生状況を踏まえますと、この時期に患者の増加のスピードを可能な限り抑制することは、今後の流行を抑制す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であり、同時に今後患者数が大幅に増えた時に備え、医療提供体制を整える、まさに準備をすべき期間にも当たるわけであります。日本侯姓劳动大臣加藤信成讲，在阻止疫情流行的同时，也必须为未来若是出现大量患者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的确定病例有60例，美国的联邦卫生部和疾管局也改变进行乐观的态度，认为讲美国发生社区感染是早晚的代志。原本在泉州公主号游轮的美国民众回去美国了后，目前还在德州的军事基地隔离观察。卫生主管机关跟正常的态度不同，认为在美国早晚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的社区传播。But a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experience community spread, successful containment at our borders becomes harder and harder. Ultimately, we expect we will see community spread in this country.It's not so much a question of if this will happen anymore, but rather more a question of exactly when this will happen and how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ill have severe illness. 卫生官员呼吁公司的机关，包括企业跟学校，若是设备温顺，就尽量实行会议跟远距教学，以示运作。外电报道指出，美国目前更是医护人员都需要3亿个外科手术等级的专案，不过全国总量刚有1/10，差不多3000万人。卫生部已经向参议院要求赶紧拨25亿美金，做保障防疫设备跟物资。那在新药的开发方面，由吉利的药厂开发的实验性抗病毒药啊，瑞德西韦，不敌2003年的 SARS 期间发挥一挂效果。美国境内第一例武汉肺炎的病例，在接受投药了后，症状有改善，但过到一个代表性并不够，该等进一步的临床测试。The plan for the trial is to test in close to 400 patients. That's going to be the total amount of patients we're going to enroll in a trial. The trial is going to involve about 50 sites globally. 到底进行测试的，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传染病研究所，不过第一关都是很障碍。主持计划学者指出，受测者的交播并不理想，多民众有疑虑，各其他药厂也提交实验性药啊，和各卫院希望参加测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8000例。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即阵中国确定病例有78070例，死亡的人数是2716个人。那咱台湾昨昏有加一例，目前咱台湾是32例，香港有91例，日本的本土有178例。南韩目前确定的人数，确诊的人数有1261个人。伊朗目前是有139例，新加坡有93例，泰国有40例。伫咧欧美的国家，意大利的疫情已经摊开，已经有400例。伫咧美国有60例，伫咧英国有13例。即马武汉肺炎的疫情嘛，传到南美洲，巴西出现头一个确定病例，这个患者捌去过意大利出差，安尼就去胃掉啊。那巴西即马都好是热天，热人的时，都好个是观光的大季，因的政府就惊去影响观光，对疫情真细致。那目前全世界七大洲只存南极洲无病例。原本无武汉肺炎疫情的南美洲嘛出现病例，巴西伫当地26出现第一例确诊的病例，患者是圣保罗，一个61岁男性，一个月不去意大利的东西区，伦巴第大区出张。O paciente chegou assintomático, sem nenhum tipo de sintoma febril ou de tosse ou de gripe。这个患者已经隔离，巴西政府当地确认佮伊坐同一航班的旅客名单，目前国内有20个疑似病例。因为巴西目前是热天，佮多是嘉年华会期间，街头有过了100万人。政府表示会密切观察病毒的传染情形。Então no hemisfério sul, agora que nós vamos ver como que esse vírus vai se comportar numa situação de um país tropical em pleno verão, como que vai ser o padrão de comportamento.
安娜德国南部的巴登福腾堡邦冬季26也出现新的病例，患者是一个25岁男性，他曾去过意大利的米兰。西部北莱茵威斯法伦邦这是有一对红阿婆较近，其中太太可是幼稚园的老师。Das, was diesen Fall etwas schwierig macht, ist folgendes, dass es sich um zwei Menschen handelt, die, das kann man wohl sagen, zwei Wochen a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teilgenommen haben, wo der Virus schon so weit entwickelt war, dass sie Menschen anstecken konnten.两个患者住在附近，学校拢已经停课，当地政府烦恼可能出现社区传播。目前德国已经有19个病例。卫生部26表示，国内疫情恐惊会大流行。Wir befinden uns am Beginn einer Corona-Epidemie in Deutschland. Die neuen Fälle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Baden-Württemberg sind dafür ein weiteres Zeichen. 附近的法国当地26出现第二个死亡病例，是一个60岁法国男性，伊嘛是第一例因为武汉肺炎死去的法国公民。目前法国的确诊病例有18例，另外希腊、挪威、乔治亚嘛在26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中东病毒也传真紧，伊朗顶礼拜三出现头一个病例，一礼拜较低时间念念，即马确定病例已经有139例，有19个人死亡，即马是中国以外死亡人数上侪国家。但伊朗的卫生部副部长也佮有国会议员拢防卫着，而且伊朗佮继续维护厝边岛的国家，边啊有7个国家即马嘛拢有传出病例。在记者会一直吃瓜，佮一直酷酷扫新闻画面中，这个身体看起来无爽快的人，就是伊朗的副卫生部长哈里奇。上位到过当工25，哈里奇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予大家拢惊一跳。من از دیروز تب داشتم، تست اولیم آخر شب مثبت شد. از دیشب خودم رو در محلی ایزوله کردم.چند دقیقه پیش به من گفتن که تست نهایی قطعی شده.哈里奇在影片中表示，自己状况还算会使，已经开始接受治疗，佮讲相信伊朗会拍赢病毒，提醒民众注意自己的健康。除了哈里奇以外，伊朗一个国会议员嘛承认自己向歪掉，佮讲烦恼自己活无久了。到目前为止，伊朗已经有上无19个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是除了中国以外死亡的人上侪国家。确诊人数嘛，真紧的增加到139个人。这案例大部分拢去伊朗的宗教圣地库姆市的旅游所。虽然伊朗的总统罗哈尼表示相信伊朗会当克服难关，但佮因为相关数字汹汹增加，美国嘛开始怀疑伊朗有暗藏疫情的嫌疑，和伊朗老实面对。The United States is deeply concerned by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e Iranian regime may have suppressed vital details about the outbreak in that country. All nations, including Iran, should tell the truth about the coronavirus and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aid organizations.伊朗周边的中东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甲阿曼等上无七个国家，有未少确诊的案例，拢捌去过伊朗。其中8081才传出头一件病例，即马就已经有26个人确诊。政府宣布，拜三开始公私立学校停课2礼拜。刚一讲，首位的科威特确诊人数目前已经来到18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过来，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目前国内第三站的家庭群组感染，即马阁加一个病例。这是伫咧病院照顾第27个即个阿公一年的看护。虽然台湾目前有30几例，但政府即马嘛规定讲，现处时若准有要去病院探访，人数甲时间拢有限制，而且爱登记。在北部北安县武汉肺炎群组感染搁在扩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在之前确诊的北部80几岁老先生，除了伊的牵手大汉后生、细汉后生甲孙拢确诊，伊住院期间30几岁一年级看护，二人也确诊，是国内第32例。目前正在针对他，就是照顾完这个老先生之后，那他的一些行程还在跟他在做最后的确认。指挥中心讲，这位看护是非法移工，本来找无人。尾仔警政单位到三工才找着时阵，伊正伫咧另外一间病院照顾另外一位患者。好佳哉，伊伫院内接触者经过采检拢是阴性，院外接触者怎么正伫咧对查？另外，国内上少年的确诊个案，11岁达波囡仔补习班54位师生拢是接触者，也要求伊的同班同学爱居家隔离14天。
如果是跟他同一个班上课的话，那就是居家隔离啊。如果说不同班上课的话，我们就会请给他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为了要强化院内感染管控，病院的门急诊出入拢爱分流，就特定时间才能来看病人。每一位住院的病人限两个人陪，长时间陪病者，譬如讲看护，每一天限定一回，而且所有的访客拢爱登记，以避免院内感染。所有进出病房，不论访客或陪病者，都必须采登记制，同时会询问 TOCC 相关的旅游史跟接触史。在你国外部分，考虑到伊朗最近病例数加死亡病例数增加真多，所以把伊朗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的警示。死亡的案例哈也一直在增加，虽然的个案数没那么多哈，但是相对的属于相对的严重哈，所以我们也宣布哈，在伊朗我们升到第二级来。另外，从中国欧巴登到台湾的会有病少年跟伊老母，第二边采检是阴性，将会送到集中检疫所做十四天隔离检疫。那是伫泉州工作和游轮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留伫咧日本治疗的五位台籍旅客，已经有两个人出院。指挥中心讲会安排因回来，等到台湾了会先到病院采检，确认阴性了，再予因回去厝内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日一摆连续假期明仔开始，高公交五股今仔日下晡四点了后，各都会出现头一批落南的车流量。啊，那明仔车流量也是平常时啊的一点三倍，落南的车会搁较侪，落南的车流量也是平常时啊的一倍半。另外，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都客运乘客减四成，业者即马暗算要第二摆做减车班来度过非常时期。来看自由时报，三年前检调抓到航警局前警官孙一鸣涉嫌收黑钱，嘛伫咧中国旅业部员的石油之下，白表开钱买七千多万中国做的两公品质歹的电工机，昨一审已宏判十七年六个月重刑。来看联合报，因为武汉肺炎也在增加，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宣布讲，这一摆五二零的总统就是典礼要成重点，和公务人员好好做好防疫。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是大伽马出巡，丁南江的董事长颜清飘昨昏是宣布讲，除非政府要求停班，那无因会照常。所以来关心三位小妈祖，大家的丁南江已经决定要照常，也过会甲规模救水。颜清飘嘛讲，那阵政府禁止才会无要办。另外，白沙屯妈的进香庙方已经嘛讲，一切拢会配合政府的规定。啊，闹政咱较内行，防疫管理卫福部直接专家，针对着三个全台小妈祖啊闹政，卫福部请做出专业的判断，让各公庙有所遵从，叫阮卖去，阮嘛遵守。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二日宣布，原本定伫咧三月十九开始的大伽马运景，伫咧政府无下令禁止或者是延期进程，会照常来举办。啊，毋过运景的规模会变小。今年的重点起驾宴、新港奉天宫祝寿大典等等活动拢取消，妈祖乱叫嘛袂入去主题或者是宫庙，民众嘛袂当乱叫卡，沿途阁会设防检站，加强防疫管理。卖无叫啊，卖乱叫卡，这个双手合十祈求，嘛是赶快省心。接下来的经费率先捐赠三千万给疫情指挥中心。妈祖文景是宗教界真闹热的大代志，啊，不过即马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庙方希望中央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而且大伽马文景也会去分林西的复兴宫，庙方也会把防疫工作做好。一定秉持啦，咱配合大家，酒精消毒加迄个消毒水，平安餐、公餐，请民众注意，环保餐具、身防，定期消毒。另外，予大家真注意，还有逐年拢会写加班的休客来参加的白沙屯江天宫妈祖去北港朝天宫来进香。庙方即马是指出会把防疫工作做好，除非中央有宣布，那无会照常举办活动。除非说政府他硬性说，哎，你发布所有的户外活动，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配合啦。第二年度宗教闹热活动，甲预防疫情的两件代志之间，要安怎来准则？各宫庙拢决定讲要加强防疫工作，而且嘛会配合政府的政策。离白沙屯甲大伽马文景还佫有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间，到时阵敢真正会当顺利来举办，佮要看疫情的变化。
记者综合报道。大型的宗教活动敢爱停办，内政部长齐国勇伊的话无讲死，伊是强调讲大型的宗庙爱做好完期的幽闭方案。其实伫咧打通过的纾困特别条例内底有写讲，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伊有权会当决定讲敢要取消大型的活动。指挥官但是中是强调讲，虽然法律可以这么大的权，但嘛是爱先沟通、先评估才会使宣布。伊嘛是讲，只是这个时阵。有影是无适合办大型的活动。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伊外袂少民众带着水暗到庙祠拜拜。大龙峰保安局连办三天的扫荡，为伊发挥，内政部长齐国勇也来拜拜。对着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大家妈祖绕境三步如期举办，不过若是中央命令禁办，也会配合延期。齐国勇搁再向宗教界来呼吁，大型宗庙活动一定要有延期的备案，会甲宗教团体继续协商。到现在就是请。立即务必要做好延期的准备。严董事长哈，啊，大家都是立法院的老朋友嘛哈，他也提到说，啊，如果政府机关真的有什么啊指示，或者是政府机关因为防疫的需要的话，他们都会全力配合。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齐国勇强调，内政部对宗教团体是服务机关，指挥官是维护部长，每一个部会拢是协同指挥官，唔是由什么人做歹人，什么人做好人，最后决策由指挥中心统一发布。但是中也讲，即阵疫情发展对大型活动真不利。妈祖哈是慈悲的啦，我们应该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互相来照顾啦。好，最重要是说不要让妈祖忧心呐。二五则通过纾困特别条例第七条命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止控制疫情需要，第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命令也是出示，让指挥中心有权力决定是不是取消大型活动。面对疫情发展，未来是不是动用优先指挥权，也有决定的标准，也受到大家关心和注意。我觉得越明确越好哈，到底可以不可以办？因为现在老百姓都在看，但是我认为特别条例的第七条。紧急的应变跟措施权不要轻易动用。民进党立委陈文平无建议马上动用第七条，建议表示方面搁再考虑，若无继续办落去，恐惊有争议。而国民党的林维洲是认为，中央指示应该明确，赶紧定出统一标准。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桃园，昨昏有八十间宗庙是做阵开会，伊嘛已经决定讲要做伙防疫，要取消即阵大型的宗教活动。通市长陈文灿是专工感谢宗庙的配合。众心护台湾，赞！桃园市八十个宗庙代表中昼做伙开会，针对廖景丁大型的庙会活动做讨论，最后现场无异议，以拍板的方式通过。这个位置民俗敬拜，专注听政府防疫政策，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我们三月份颁的哈中立骂客家，客家回千人宴，啊，我们就取消这个办这个活动。都跟那家乡拜拜，哈，准备行李、水果等等，哈，那么来敬拜以外，那么不踩街，不绕境，啊，不请那个舞剧团，那么来表演。不要聚集很多人，因为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拢伫咧宗教场合发生大规模的群聚感染，伫国内也伫咧讨论要停办或者是缓办宗教的大型活动，防止武汉肺炎伫台湾扩散。针对大型群聚活动哦，应该采取比较高的标准，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同时哦，也要降低哦我们医护体系的负担，让全国能够集中力量来做防疫工作。丁文灿讲。对着疫情的发展，要有无同的防疫对策。也感谢桃园市各大宗庙考虑到防疫的需求，停止或者是暂缓大型的宗教活动。等疫情过一段落了，才再恢复景点，会更加安全、闹热。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伫咧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地阵雨。咱来看云图，今日咱台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部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啊，那西半部的山区毛地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较好天。明仔载是二二八三天的连续假期，东北季风会减弱，东半部同款有地阵雨，啊，那西半部的天气拢真好，不过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是无介好。空气品质都是感冒式的激素。温度方面，今日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温度有略略下降，变较凉冷。
中南部影响是较小的，也毋过伫咧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脱衫。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二五嘛，公布咱台湾上少年的武汉肺炎的感染者是一个11岁囡仔，所以真侪家长就真烦恼。也毋过感染科的医生就表示讲，真侪研究拢显示讲，囡仔人少年家因的抵抗力较好，较袂致病，就算防卫着病情嘛袂介严重，民众毋免烦恼。国内武汉肺炎上少岁较近期为着个案是一个只有11岁查甫囡仔，加在个案采检时也袂开学。不过，伊捌去过补习班上课，引发真侪家长的惊吓加烦恼。对此，国内感染科医师讲，对真侪研究发现，囡仔甲青少年去喂着新型冠状病毒机会其实是真低，就算喂着，症状也是真轻。可能儿童的免疫反应跟成年人不太一样，因为你疾病的严重程度呢，一部分是决定于病毒感染，一部分是决定于你的免疫反应。免疫反应不恰当或者过强的话呢，疾病就会严重。那儿童的免疫反应可能是没那么过当。医师讲，新型冠状病毒甲流感病毒真共款，对着人体免疫失调，亲像有慢性病、三冠一病，也是红斑性狼疮这主体免疫疾病患者，较会去胃着。一般健康的大人较袂受到感染。另外，有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代谢时间比 SARS 还较久，所以讲复原时间比 SARS 还较久。它的病毒会排泄蛮久的时间，可能要排两三个礼拜，甚至更久啊。那这样子呢？就会使得他的传染期会拉长，能够出院的时间就变晚。医师强调，无症状未着人是毋是有传染力，爱看医生区的病毒量。那是病毒量高，可能会未着予别人；那是病毒量少，就免伤过烦恼。不过一般是等其他人出现症状，被确定未着了后，翻头等来检查，一个一个找，才可能找到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武汉肺炎当咧传，防隔离的人嘛伫头增加，有医界就发现讲，即挂防隔离的人有一声会出现紧张、郁卒、心情袂定的反应。医生是建议讲，爱找代志来做，转移注意力。啊，若亲戚朋友嘛爱加鼓励、加关心。用电话对谈，搁看病房内边的影像，精神科医生正伫咧对隔离者做心理评估，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扩大。被隔离者扩大采检人数一直增加，国医一日访视了发现，隔离病房内面的疑似个案有一声出现情绪困扰的状况。那我们的评估里面大概也就一成的个案，一成的进驻的患者，他会出现极度焦虑的情况，而会有失眠、担心，那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放下，那对已经出来安全的结果还是会有所担心这样的情况。在隔离病房独立的空间，即个来当甲医护人员接触。一个承受有可能的调病，一个隔离进程，厝内人甲朋友是毋是被感染？隔离结束了，别人会安怎看现？一个经济收入即款多重的压力，精神科医生会建议隔离个案看主算游戏或者是运动，转移注意力。也需要出来人跟朋友对应的支持，电话啦，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方式来给跟这个个案联络或给予他的支持，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过去在隔离的一些精神压力里面，其实影响因素最大的其实就是他是不是还有得到其他社交或是人际方面的支持。医生讲，大部分的人都会当承受短期的压力，严格时间呐延长超过两礼拜，或者是过去就情绪方面的变数，就可能造成长期的身心影响。即款被隔离个案，以后拢爱继续追踪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体坛大代志，这是今年32岁俄罗斯的网球选手莎拉波娃，伊宣布讲伊要退休啊。莎拉波娃伫17岁就摕到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伊拍球的时间有摕过5个大满贯，是网球界第10个完成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甲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全满贯的女球员，伊嘛捌坐过17礼拜的世界球票，也毋过伫咧2017年，因为右肩无通过防禁赛，复出继续拍球了后，伊嘛因为受伤表现了无啥好。伊伫26岁时发出声明，讲伊拍球拍200档啊，摕到5个大满贯啊，伊要甲做选手的日子休息啊，伊讲伊要退休啊。
来关心咱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原本是按算讲三月初一要举行，也毋过伫咧意大利有一个确定病例，因为走马拉松的时为何真侪人，所以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宣布讲，即、這个活动要迁到十月中才举办。另外，伫国际嘛真出名，新北市万里金山石门的马拉松，原本是三月十五要走，新北市政府伫昨暗是宣布讲，今年要停办，啊，毋过会保留所有选手的参加的资格。参予因即保留到明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是国内唯一得到世界电竞总会银标认证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当年吸引上万人选手参加。不过，新北市政府26宣布，考虑武汉肺炎的疫情，今年比赛确定取消，会保留所有选手的参赛资格，到2021年，无需要再纳钱。意大利正前有一个武汉肺炎的确诊患者，参加两场大型的马拉松比赛，变作超级传播者，才两礼拜接触差不多5万人。啊，若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确定取消，台南古都马拉松经过台南市府第26问过专业的医疗人员，甲新北单位讨论，嘛决定延期举办。基于安全考量，基于防疫考量，基于这个整体的防疫工作的负担来讲，我都办成马拉松，决定延期，从3月1号延期到10月份。今年是第14届高度马拉松比赛，经过台南市的古迹，除了风景真水，主办人为结合富城的好料，提供真多点心免费给人吃，变作特色。但内容吸引上万人参加，可是外国人体验富城的重要活动。新大型的户外活动有群组规矩。暗个高雄江都杯电竞锦标赛，因为甲选手剩下三国手甲陈中文的参赛意愿有关系，会如期举办。除非中央有特殊的针对大型的户外的赛事或者是活动有相关的建议或措施的话，那么地方都会配合办理。不过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收到中央有这样子的提醒。最近大型活动举办，因为武汉肺炎引发外界关心，公政府认为中央无定出明确的停办标准，或者是禁忌，也有主办单位经常闹剧。正常举办的活动甲比赛，嘛敢若呼吁民众做好防疫。记者宋合报道。啊，那国际即马大家较关心的是，今年要伫咧日本举办的东京奥运，敢有被取消？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即马正在退烧，东京有三个月时间会当考虑，伫咧五月底进前要做出决定。不过日本这边是表示讲，因也未收到国际奥会消息，赶快会照起工去准备。再来关心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但香港国家四个感染者，有感染者跟佛堂的群组感染是有关系的。啊，若受武汉肺炎影响，香港政府昨昏是宣布讲，18岁以上的香港人会使分到10,000块的港票，要鼓励香港人去消费。严格这政策，嘛，让香港财政的负担愈来愈沉重。我会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日前宣读新的财政预算案，将会对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发10,000元港币，鼓励消费，舒缓民众的经济压力。预计有700万人会摕到，经费差不多是710亿。另外，还有一挂民生纾困措施。陈茂波讲，受到外围经济和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明年政府财政赤字预估是1,391亿。是香港回歸了上關，我非常支持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同埋希望立法會咧能夠盡早通過呢個撥款嘅議案。香港地首林鄭萬國也發聲明支持這項預算案，伊講相信即款措施會當幫助社會團結最近對抗疫情，也當刺激消費回應市民的期待。但不破講目標是暑假時陣市民開始收到錢，對財政的赤字，政府未來增加收入的方向。包括无排除要调整税率加政策性的细项。在疫情方面，二六香港阁增加四名确诊个案，一个就是可能甲北角活动有关系个案。咁佢就係49岁嘅女士，咁佢係家庭主婦啦，為嗰個佛堂嗰度咧就係做義工嘅，咁主要就係負責清潔，咁所以佢每朝6点到8点到咧就會喺嗰度幫手清潔嘅。香港媒體報道，北角活动目前已經有8位有關人士確診。卫生署另外也伫咧活动内面的环境样本发现病毒，包括经书、柜子、便所的水槽头拢有。香港大厦感染加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讲，活动已经出现超级传播，未来相关的确诊数会再增加，
香港政府也希望宗教活动要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看来，咱来关心，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影响，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要求新北市的学校要取消毕业旅行。啊，那台北市嘛要对咧安尼做嘛，宣布动点。另外，五二空总统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已经宣布取消。严防武汉肺炎疫情，大伽马疗警活动敢要办，引发各界议论。总统五二空就职典礼嘛是大型的活动，总统蔡英文伫面书大文指出，为着全力投入防疫工作，已做出三点决定，包括暂停筹办活动，若是疫情有疑虑，五二空个别举办大型的群众活动，一切以配合中央流行以及指挥中心为主。目前的筹办工作都停暂停，那接下来到时候会依据当时可行的时程。跟那个届时疫情缓解的状况，好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跟设计。蔡总统带头宣誓要为防疫起模范的作用，但是地点却予台北市长郭文泰讲出来。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大概六月会正式开幕，不过在之前应该总统就职典礼打算在北流办有这个计划，不过但现在有牵扯到疫情，我都不晓得。南港新兴公园启用郭文泰敢那有地书，对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妇幼医区，敢是要清空，变作是应变病院，伊无要做回应。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为了避免群聚感染，伫市政会议的时阵，唔那要求伫秘密空间一定爱挂嘴烟，搁直接下令取消毕业旅行。那老人家的一些相关的秘密式空间的活动。我已经下令都取消了，包括新北的毕业旅行也取消了。台北市嘛宣布，伫五月初四之前暂缓实施学校大型集会活动，像是毕业旅行、校庆等等。教育部是尊重地方政府的考量。另外，伫新北市提出纾困方案了后，嘉南市早起嘛公布因应配套措施，包括持有房地租金优惠，三月甲四月两个月租金每一个月会当减30%，也佮有地方税延期、企业融资纾困、甲振兴商机等相关方案，会当讲甲新北市差不多。刚刚有减少30%，比新北市的20%更加高。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负担的，所以我们尽量的来给予支持。目前北部地区刚好嘉南市维持零确诊，严防武汉肺炎疫情，市长林佑昌已经宣布取消大型活动，要等到疫情较稳定，才去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中小学开学啊，根据统计，咱全台湾伫咧开学嘅头一日，有578学生囡仔去学校了后蹦体温，发现因在发烧，随后家长传转去。教育部是表示讲，伫咧一寡较大间嘅学校，即马度检报告会赶紧报告位，互防疫做较更加周至。学生这边挖3000人，新北市永和高中设置红外线监测机器，超过设定34度，还佫量耳孔的温度，发烧就先隔离，互家长带转去。教育部统计，2月25日开学的日子，全国300万名中小学生，有578人伫学校量体温发烧，互带转去。那目前我想，对于开学这两天的情形。大致看起来都还能够学校啊充分的去做防疫上的这些准备工作。开学日子大致上顺利，不过全国上大高职高雄中山工商有7400名学生开学，因为遐温清无够，红外线监测器刚完成一台，先用一个量体温来补给。教育部长讲，第二批遐温清下礼拜进行会送到学校。一个就是开学前这个有个梯次，总共有12500支，那另外12500支啊，也会在3月2日应该连续假之后也就会送达哈，那可以啊尽快的再来补充各个学校哈。学校防疫方面是真多，教育部讲按防疫机制来建议，并且尊重地方采取的适当措施。2月25日由九所大学开学，以政治大学来讲，除了个人健康管理，各医馆拢设置体温检测站，也够手拢爱用酒精消毒。我们的策略哈，并不是以封闭校园作为基本的考量，而是从进入院馆，尤其是教室，避免说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状况。大学内底环境更加开放，外来人也多，正在赶紧买3台，热箱机器放伫两边的校门，而且开始运作。教育部讲，多数大学3月初离开学，已经有防疫咨询小组到学校防疫防疫技术协助，开始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在台北市有一个爱居家检疫，却共偷走出去两百个人，甚至走去卖场乱乱说去买物件，先讲就讲袂听。即马伊是被强制送去集中检疫所内底住，头尾嘛爱被罚600元。在台北市出现全国第一例居家检疫者四处乱走，结果被强制移送集中检疫场所安置。台北市卫生局第二个分别对两位离开指定场所的居家检疫民众罚1万加5万，其中罚5万这个查甫人，2月13日自中港口入境，照规定要居家检疫到27日，不过伊20日出去倒垃圾，又搁去卖场买物件，4天后搁出门，第一遍罚1万，第二遍罚5万，也送集中检疫场所安置。现在都是用手机监控，他只要离开那个区域，现在的手机都从后台直接。警政就会接到通知了，就是现在是无所遁形，不会因为他违规而多增加2天吧？吴珊珊讲，民众若违反国家检疫的规定，拢比较办理送集中检疫场所。台北市卫生局统计，自初二到二月已经有67个人被罚。另外，台北市宣布5月初四进行减缓校园大型的集会活动，像校外教学、见面的露营、外语会、体表会、游泳课。严格小剧团这个密闭的场所并无禁止，是不是变成防疫的破空？小剧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现在把它取消，我没有档期给他，那这个东西会有一些相关的权利义务的问题。我们朝向大型密集场域尽量避免，甚至延后取消的方向走。吴珊珊讲会看各案做协商，严格无对大型活动下禁令。另外，逐天拢有10万多人出入的市政大楼。自3月开始，民众要来办代志，就会统一经由红外线棒体温，才能入去市政大楼。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火力发电厂，伫咧旧年底因为用土团的问题，和台中市政府发。啊，那环保署即马是撤销这个处罚，严格台中市政府不服，认为安尼无合法律的规定，等收到公文了后，讲因会提出行政诉讼。去年12月份，台中市政府认定台中火力发电厂拖团的使用量连续3次欠债，拢超过许可证的核定量，3次拢以违反公务法的告发，而且废止两只小拖团机组的操作许可证。啊，不过环保署认为台中市政府的认定标准有错误，程序嘛违法，如果撤销对中火的相关处罚。我们曾经也发文给台中市环保局，请他们去更正这个处分。所以但是台中市环保局并没有去做后续的一个更正他违法处分的这一个事情，因此我们才依照行政程序法117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而去做整个一个撤销。环保署调查中火防处罚的3次拖团，其实拢无超过标准。经济部是指出，撤销处分了后，中火去用废止的两只机组会当重新登起电源审查的状态。伫咧台中市政府还未准备发布进程，会当照原则继续来操作。减少燃煤发电、减少排放这一件事情，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我们也有步骤、有方法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动。那它的成效？事实上，数据会说话。不过，针对环保署撤销中火处罚，台中市政府是真不满，认为已经侵犯地方自治权。发照啊，撤照本来就是地方的权责，那环保署不应该为了护航这个中火呢，牺牲中部人的一个健康的权益，那同时呢来剥夺我们地方的一个权利，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哈。台中市政府表示，照行政定数法第117条的规定，那撤销对工业有重大危害者，未当撤销。环保署撤销处罚了后，中火会当一概使用10架机组，对中部的空气污染影响是真大。而且环保署若是要撤销行政处分，应该报请行政院来做，不是由环保署家己来撤销。台中市政府后续会继续提出行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猪肉价伫咧过年了就拢无起悬，甚至有比去年同期介绍也搁较歹。有资料是显示讲，最近进口的冷冻猪肉有加较侪，敢是安尼影响市场？农委会是表示讲，进口猪肉拢是用在加工，那是这肉价有可能是受疫情的影响，无就是农民饲伤侪。
看低调内底弟仔囝真健康，活动力真好，伫拢康复富贵的人笑眯眯。但是若是去想着讲最近低价败价部分，心情就真叮当。伊伫咧卖了饲一万五千只，但是即马一个月有两千只卖不出去，损失真大。那一个月阿廖分了8万，今年哦，第二量再一百加出来，这是政府评估无准啦，啊，所以现在落价，啊，希望政府啊，快当赶紧进来想办法无，啊，来甲阮啊渡过这难关。伊个介绍最近涨价，已经达到每公斤57元左右，比去年同期落了一成。低农认为讲，原因之一是政府无限制进口猪肉量，才会冲击到国内。不过，农委会表示，介绍六个原因真多，除了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变严重，食外口的人变少，另外一个佫较明显的现象是低农鸡市，去年统计已经发现增加7万只。因为非洲猪瘟的疫情造成他们认为全世界会有缺猪的现象，但是呢，忘了就是台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可以主动把这个外销的市场打开。另外，台湾地要变作靠体液肥业区，也让农民认为说有外销的机会，所以增加饲猪的数量。但是进口猪肉量增加，过去这三年成长是真明显，超过8万吨。其中加拿大的猪肉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无法度销去中国，部分改换卖来台湾。农委会指出，进口的猪血味较重，大部分是客去加工，国产猪肉伫咧市场也是较有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台风放上头，咱来去屏东。1914年开始通车的高屏溪铁桥是当当时亚洲上长的铁桥，目前是咱国家的国定古迹。但屏东县政府是专工把铁桥的四口立等环境美化，把设做铁路文化公园，而且专工保存古桥人所住的所在，要让乡亲更加了解这班桥。屏东县高屏溪古铁桥最近才附近的环境变得真清幽，屏东县政府向中央申请经费，把古铁桥附近的铁路环境重新改造，规划做铁道文化公园，也特别把旧桥人住的厝保留下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后面这一栋房子，其实是以前我们守桥人他自己盖所建造起来的一个房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下淡水溪铁桥变成古迹之后，没有再行驶之后，其实这边后续维护管理就没有那么的好，就变成以前是一个脏乱点啊。这一次我们就利用整个计划，把这边变成一个公园，把它打开变亮。这座在1914年起用的下淡水溪古铁桥，一般人嘛叫伊高屏溪古铁桥。伊在1992年的时阵都已，即嘛是国定古迹。这座桥嘛是连接高雄甲屏东的重要通道，较早阁有军事功能，因过有旧桥人住伫遮负责损失。当时因为那个日军，他也有要南进，他建造这个铁桥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屏东的丰富的一个糖业还有军事用啊，这些守桥人就变成说除了有维护管理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的一个守护。对啊，如果说真的守不住了，他甚至必须要把整个桥炸掉。屏东县政府唔呐改造附近爬远的灌村，保留较早铁道五分啊车顶顶，希望透过环境改造，佮有铁道文化网络的串联，重新改善下淡水溪铁桥周边铁路灌村环境，让这个百年古迹成做地方的新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啊，咱伫个台南的将军区有一个外号，人拢讲迄个所在是红菜头的故乡。将军区农会就专工举办红菜头农业产业文化节，和招乡亲去烤菜头，被推设在地农产，也佮实农教育。一条一条都烤出来的红菜头，逐条着青，佮红加真水。为着推广在地农产品，台南将军区农会特别举办红菜头产业文化节，伫咧现场展示各种的农产品，也予人体验烤红菜头的趣味。好，今仔去了解啊，红萝卜是生伫顶面，还是生伫下骹？哦，要安那煎，啊，煎偌久的时间？一般伫咧市面上，咱所看到的红菜头，差不多两条都有一条是位台南市将军区所出产的。当地红菜头的年产值就有8000万颗，所以将军区也去予人叫做是红菜头的故乡。逐年伫咧九月底是播种的时间，啊，那二月份的采收。虽然伫咧旧年年底有落大雨，红菜头的收成量有减40%，不过农会也是真积极伫咧营销红菜头，要予大家认识在地农产。咱迄个请农民有伫家里边
啊，青年农民所种的蔬菜，啊，要安那教咱啊消费者，要安那加工，啊，是要安那煮咱这个红菜头啊这个部分。将军区农会借这摆活动，让民众了解红菜头为报种、压肥到料理的过程，让大家了解食农教育也含土地感情连线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去瑞典。伫咧瑞典的北部，有一间由冰啊甲冰角起的冰旅馆，未输走入去囡仔册世界内底同款。若是你好运，也阁会当看到极光。瑞典北部一个冰旅馆，敢若是动画世界，为大门入去大厅，最近顶甲冰雕艺术拢真水。啊，那每一间房间拢有伊的特色，其中一间的相馆是为北极光来的。内底灯光色水会因为音乐有变化，配合壁炉造型的冰雕，可能有坐冰车看极光的联想。啊，那冰层顶头有树皮，加上讲会当抵抗零下20度，真温暖的困地，吸袂少人来遮大看卖。I must say that I, unfortunately during the night I had to get up, and there it was of course cold, but then great again when you come back in the sleeping bag, and you know you were sleeping so well because of the temperature. Actually, you feel more comfortable.With the temperature than I do normally in Copenhagen. 这间冰旅馆在1989年创立，工作人员讲，馆内温度一直在-5度左右。因逐年拢会等附近河山结冰了后，才摕冰角打造冰屋。等到春天雪融去了后，就结束。不过因为全球暖化关系，因开始作业的时间是愈来愈晚。We need it to be cold in the autumn, so we want to start to build the ice hotel in the end of October. And if it's not cold then it's gonna run out of time because we want to open it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And if it's not cold in October, then it goes longer and longer until we can start build it, and then we have shorter and shorter time to open it up.这个换北极圈无介远的冰旅馆，逐年才几个月营运期间，就吸引5万人，其中有2万人会带一案体检。若是幸运，可能看到真侪人追求极光。记者综合报道。啊，那2020出兵的世界锦标赛，伫咧日本站即一站的比赛，比赛所在真罕看，毋是伫咧专门比赛的场地，是伫咧市区的公园，而且去比赛的跑道，互乡亲、互民众哇哇近近，就当看到刺激的比赛。铃声响起，四个选手对四站楼仔悬的赛道冲出去，抢要拼第一。关关结结赛道，互选手是拼尽全力，一个跳悬，一个过弯，现场看起来是非常刺激。2020年的夏冰竞速世界锦标赛日本站的比赛，伫神奈川县横滨市举行。这种极限的比赛，特别伫欧美举行，拢会当吸引14万观众到场。为着吸引日本民众来关心，这边日本的赛道起伫市区的公园。主办单位用3礼拜的时间，起12公尺悬、全长350公尺的赛道。不过日本今年暖冬，温度无够冷，还佫动用另外的装置，一站一站伫赛道顶悬贴出10公分高的冰层，而且伫冰层做好了后，为着防止气温回温了后，冰层的氧气佫伫赛道顶悬铺塑胶篷布，是一场真大的工程。It's not natural to have an ice track in Yokohama with this kind of temperature.So it's definitely a challenge for us to build the track. 这道日本站的赛事，拢总共23国的选手，153个人做伙参加。比赛迄天，7000外的观众提票入场，来感受惊人的竞速比赛。環境最高です。もうやなんていうか力強さ、すごく臨場感があって、もうビデオとか YouTube とかで見るよ、すごい良かったです。主办单位嘛，希望讲，借着这个风调，会当让夏冰竞速赛变作未来冬季奥运的比赛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同一个时间，等再会。